活动结束了，然后呢，再来替大家揭晓一下今天的人气王。我们今天的人气王是达威。好，你要介绍一下你是谁？达威，30岁，然后重点是他摄影超强，很会拍照。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今天会变成人气？觉得你内在外在都不错。谢谢。然后你今天是第一次参加的活动，第二次。OK， 那今天参加有什么感觉，或者是有认识到什么不一样的朋友吗？或者是多一点朋友，多一点朋友太棒了。然后你今天换到什么巧克力？哇，他换到的巧克力很好，很精致哎。他写黑色派对，看起来是很精致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今天不只是达威换到的这一份，今天超多人都准备很精致的巧克力的。然后因为他是人气王，所以我们有小郭有赞助一个的入围手。好，那就是我可以把你的 IG 留在影片下方吗？如果有人想认识你，也可以欢迎追踪他。因为他的 IG 的上面有非常多的摄影作品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所以如果大家对达威的摄影作品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私讯他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达威，恭喜你取得成功之外了。